有请运动员代表宣誓。我丁程鑫，我曹子毅，仅代表全体 TF 家族练习生宣誓，将以饱满的热情参加本届 TF 家族夏季运动会，严格遵守赛事的各项安排，遵守比赛规则和赛场纪律，服从裁判，尊重对手，团结合作，公平竞争，顽强拼搏，赛出风格，赛出水平。宣誓人丁程鑫、曹子毅，2017年7月6日。嗯。好，现在进行第一个项目。第一个项目的名字是，看起来是比仰卧起坐，实际上是比考记忆力的仰卧起坐比赛。刚刚念的是名字吗？好，第一组贺俊霖 PK 徐启达，快下去，行，下去，3、2、1。节奏呢？听不出来节奏。你俩，我才给他这样做。哎，让我看这么快，你敢不敢你来做一遍？要背呀、啊！你们两个哎，我们队的不能放歌，他们队的更不能放歌。好，现在陈启达先背。贺俊霖，2004年6月15日出生，典型的双子座，小小年纪却十分绅士。他十分喜欢品尝美食。一起吃过辣兔头，好像是辣兔头。对。对什么队？大家都是好朋友。错了一个字。他喜欢，不是他，没有他字，好减一分。那我跟你贺俊霖，那我可能我要公平公正公开。我是陈喜达，我是双子座。2002年，我是双子座，2月7日出生。双子座，我是双子座。哎，你别闹，不要说话。平时运动量很大，随时携带巧克力棒补充能量，好动又话痨。随身携带巧克力棒补充能量，好动又话痨。这个主持人有问题。喜欢奇怪的颜色对吗？错了。喜欢色彩。哎，你不能说呀，你给别人抽个答案干嘛？别人还没说完呢。就是这个，快说。喜欢色彩斑斓的。错了。明亮的颜色。好，他错了一个字。什么人？你错了一个字。好，打平。啊。确定是一个字吗？我宣布，陈喜达获胜。好，来，报一个。好，下一组我看一下，四旭跟张俊元，第二轮3、2、1。快4月16日出生，对于食物毫不挑剔，最爱的是皮蛋，然后是力气超大，喜欢和别人比手劲，
曾创下连胜18位工作人员的纪录。哇！全对，全对。泽远，跟你了。好了，我也输了，我也要输了。对，看看。陈思旭，2004年2月12日出生。他叫小明。他叫小明啊。我直接说后面一段的，反正我已经忘记。好，可以，可以。不，你要给自己树立信心，你能赢。加油！你要加油。我能赢。我好帅。他常常我好忘记自己的名字。还是输。所以说，称自己为陈小明。好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算你过吧，算你过吧。好，正确的陈思旭介绍是。陈思旭，2004年2月，哎，太多了，后期打一下吧。好，这一组就判我们队思旭获胜。现在你们是1-1追平。怎么判呢？有点尴尬。怎么就不判我们赢呢？不，我本来就是我们。怎么感觉包容？而且还是我赢。上。其实我觉得节奏在这儿没有用啊，谁都不听节奏。我也觉得。好，马嘉祺对敖子逸，第三组。哦，我来给你。同样，同样。拿着，拿着。敖子逸的给我。3、2、1。为什么呢？还会被这些这个节奏必须得跟上啊！动词大字，动词大字。一百万能过吗？好了。好好相信你。那我现在要扰乱你们，你们现在背一下《明月光》。明月光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静夜思。静夜思。静夜思。明月光，疑是地双双。哎，你不要背，你不要背，你不要先背。3、2、1，背。三清明光，疑是地双双，举头明月。你们为什么要背？好，现在你们两个看谁先开始。石头剪刀。石头剪刀。啊。石头剪刀布，再来一遍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好，敖子逸赢了，敖子逸先背。马嘉祺，啊，2002年12月12日出生。对，小小的身体却拥有大大的能量。瘦瘦的身体却有着大大的能量。然后明明是射手座，射手座却有着摩羯座的温柔温柔体贴。然后目前。很想找到一种，大弟弟，很想找到一种增加体重的方法。好，错了两个字，两个，还有一个嘛，两个，那个巨蟹座不是摩羯座，巨蟹，哦，三个字，啥？巨蟹，哎，谢谢你帮我们推，张队长，三个字，好了，把张队长拉出去，我怀疑他可能间谍。敖子逸，2002年。12月25日出生，喜欢密室探险类节目，经历不是密室探险类经历，节目，对，精力旺盛，精力旺盛，最近迷恋上原地摇摆，错了吧？啥原地？原地摇摆，然后最爱食单的第一位是火腿肠，怎么做的好呢？结束，脱皮的。三个，好，哎，我赢了，我，这局是我赢，敖子逸赢，哇，不是三个吗？你们都不鼓掌，马嘉祺啊，你这个，三个吗？他只是背了多少吗？我给你念一下敖子逸的，哎，后期打一下就行了，对，后期再配个音，该第几组了？下一组，第五，会马嘉祺，刘耀文对宋亚轩，对。孙亚轩，你刚才是不是在旁边一直看？对呀。好，现在你就错了5个。我没有。哇！3、2、1。哎，等一下。这是太重要了，多位主。是不是这个？这个叫那个。要慢一点，这个。跟
据音乐的旋律来了，对不对？你唱一个月光下三月初的歌，能唱这首歌，可以唱，这是葫芦，葫芦丝，葫芦丝，葫芦丝，我以为葫芦娃，拥有七秒钟忘记鱼雷镜，没电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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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看这个背，我在歪了歪了，自己的水果 OK， 期待就是嗯对自己的期待是不要再丢三落四。That's right， 快大声的背出来。OK OK OK， 孙亚轩，刘耀文，2004，没有没有，3月4日出生，性格单纯。他先来吗？你给。你都背了这么多，直接继续啊！等一下你忘了。都一样。对，性格单纯过后。性格单纯过后。性格单纯。拥有。怕生，拥有人鱼唱功，奥利，拥有听之难忘的，刘文你好帅啊 ，No chance， 刘文这么帅的吗你？你刚才对了的，其实记忆力这么好的吗？拥有听之难忘的人鱼唱功，哎，继续，就背后面的，快点，拥有听之难忘的人鱼唱功，从。什么什么七秒就忘的，对自己的期待是不要输了，我们队今天输定了，不放弃不抛弃，继续不要坚持奥林匹克精神，扣十分，我们拿了裁判，什么？我说让他不要放弃，不要抛弃，说话什么不要这个期待自己，这个真的帅着。期待自己，你忘了一句啊！你忘完了，忘完了两句，我住哪儿？哦，在成都丢过身份证了啊！然后就什么还有？就什么还有？就什么？啊，那算了，轩你来吧，算了，轩你来吧。算了，轩你来吧。刘耀文，2005年9月23日出生。喜欢甜食，大家好，我是奥裁判。锅和小面难以在心中难以决出高下。不怕生。对。但是在别人，当面夸奖自己的时候，会很不好意思。但是我们已经赢了。哎，他们这组记忆怎么这么好？不是，这就是学霸。我不管，你不是鱼的记忆吗？好，这组选他们获胜，然后现在是3-1，耶！我们还是要比下去，所以我们怎么都输了是吧？我们还是要比下去，所以我们要不抛弃不放弃，继续来。好，我们数3-2-1啊！哎，这就开始了，等一下。哎，你踢到我，你犯规了，老大！你别动，你别动，这就组了。5、4、3、2、1。李天成，2002年4月4日出生。有时会一个人在外面拍戏，所以很独立，说话不急不缓，性格也比较慢热，但是熟悉起来就会很无聊。李天成，2004年。四月出生 ，OK， 节奏，这两个人犯规了，嘿，我们不能这样，你们知道吗？有时候难处。哇！我没见过这种操作。拿着，这是手艺题，这是没见了，你们继续。时间到了，两个都收了。哇，我才是七秒的记忆。来，3-2-1走，你们谁先说？我先。今天兄弟把第一句背到就很牛了。
丁程，李天泽，李天泽，2004年，四年4月4日出生，有时有时会一个人在外面拍戏，对，会觉得很独立，对，喜欢吃鱼，很独立，什么鬼？喜欢吃鱼，独立，喜欢吃鱼，哎，对，他性格很独立，所以性格很独立，所以说话不急不缓，小朋友，我们过来，性格比较慢热，但对熟悉的人。但熟悉起来之后会很能聊，错了一个，错两个，好，两个就一个吧，两个，我们要公正，你真的很能聊吗？好，两个，来，李天泽说，然后星光山丁程星光山羊，2002年2月24日出生，肉食动物，然后我喜欢吃菜，篮球运动疯狂爱好者，夏天偏爱青柠口味的饮料，不行啊，这作弊啊，这目前觉得最可爱的人是万圣小粽子，哇，哎呦，这种，不，你要给自己树立信心，你能赢。你输了，我们赢了，4-1。哇，就跟骑士打勇士一样，4-1。哎，骑士怎么样？赢了。你们可能觉得是这个预想的问题。好，我的哨子呢？对，啊，好。所以，这局我们队，我上。第一项项目，他们队获胜。其实这个项目这么没什么意思，因为夏季运动会我们是比的是体力 ，OK 是吧？体力，对体力，啊、对，感觉他们体力记忆也有，不，我们都现在体力，那是水上的，干嘛呢？下面进行第二项项目。过来，我用的。啊，不管他的，这都是一样的，他们跑速度。2-1，加油！3-2-1，嗨！下一项游戏的名字叫做什么？估计只有 TF 家族运动会才能看到的，连 MC 都算作道具的心算比赛。哇！然后呢？这个是这个样子的。A 组呢，就是丁程鑫、马嘉祺、天泽和陈思旭。然后，第一组呢，就是敖子逸、宋亚轩、刘亚文还有张震岳。我们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，两队队员通过报起待测人员估计他的体重，然后用队内队员的体重加减矿泉水的重量，给出最终答案，越接近者获胜。
一瓶矿泉水就是555克，只能加不能减，555克。克。哦对。好的，第一轮是先测我的重量，所以说你们两个就，你们可以抽签看谁先来。抽签啊？孙姐不？啊，抽签，抽签，边你们先。好。来石头剪刀，他们先。好吧，那你们先测吧。他们来测，一个一个八五。报你。对，八五。三。不能，我先看一下这样报。你先留点，快一点嘛。跳一下，三二一。好，我们大概知道了。好嘞。三二一，跳。女儿。再跳一下。跳的时候有那个痛。不要跳，应该不要跳。三二一。不要动。三二一，上。上什么？拼你自己的力气报。知道吗？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测那么多遍。手掌和手肘的力量不一样，你这样感觉不了重量，你必须要用这样，这样感觉到的重量。我不行，你要自己跳一下。那我怎么办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再试一下就好。我怎么办？你怎么？他重，好重，对他重，你重。啊，那你抱快快进去。我抱吗？你得快抱啊！快点啊！哎呀，你知道有多重吗？哎，反正比你重就好了。可以好，快快。一会儿去吧。你要干嘛？你要我跳还是不跳？不要，好，不要跳。还是跳。哈哈哈！哎，哦，你知道有多重？我不知道，我刚举上去，他一下就掉下来。哎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三二，你去一边，保持上去。哦，可以吗？好了，现在大概知道吧。我再来一遍。我记忆力比较差，不要，别抱了，还能抱啊，还能抱啊。谁没说不能？那你们可以试一下抱四续啊。哎，别，可以试一下抱四续。我什么东西？你要说什么？你别，好，三二一，上课。下一遍。要跳吗？哇塞，算了，你，我加水啊，加水，500。对对，好，我们可以接上吗？加水，哎，咱们要加多少水？一瓶水555千克，等于多少牛？哦，克，1000克等于1000克，500克，1000克等于1000克。哦。超过300斤的大胖子，我觉得他应该超过100斤。对，给你说一个对，他应该没有我重。对，我觉得你说还得了？超过300斤的大胖子，他可能90斤。来，我来吧。好，你看，300斤的大胖子，300斤。我觉得你们都是什么？他们在虐待。哎，我感觉你跟他差不多。你们算一下绝对超吧。这个新同学还要让你。你们是要把我今天找300斤的大胖子。你怎么鼻子捅头了？300斤的大胖子。不，我觉得这个环节我们是在受罪。哎，太了，肯定啊，太了，受罪。你们快想出个结论。没有100斤吧？我觉得。应该没有，我不用抱了，我知道。你直接把公主抱起来，快，展现你力量。抱了，要摔了，真的是个300斤的大胖子。是三百斤，那你可能有400多斤，你才抱得起我吧，对吧？彼此嘛，是他可能90斤，快点，想个答案出来。周小轩是90，你们觉得？来看看你的身高，他跟他看看你的宽，是你报答。你答案300斤。90。你们队员谁加或者减？谁？90，他减。他。六瓶水一共3斤。他。1瓶水050。他减多少斤？6瓶水差不多。7瓶水。没有，一共才6瓶水，你减多少？减6瓶水。好，定了，最终答案定了。我们组是刘耀文加1瓶水，他们组是孙亚轩减6瓶水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来。好，开胜。上秤。上秤。好，现在是宣布正确答案的时间，就请 A 组的刘耀文上秤，加6瓶水。哎，你要全部踩上去。对。其实这个，你接触一下，没事，你看啊。
跟接触哪一个？在那边吹。压强才跟接触。不，你是单独在一个角，其实他哎干嘛？84.。孙亚轩上。孙亚轩有这么重吗？孙亚轩多重？孙亚轩100斤。孙亚轩多重？站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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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动。88斤。不是，43。86斤。哎，好好好，来来来。好了，86，不用看了，快。80斤。好，正确答案。86。85.。哦，85。我们刚才是84。我们是85，刚刚好啊，谢谢。79。85。我刚刚是79。对，现在就是说，A 组赢了。我们完了，现在是0-1是吧？对，其实呢，孙亚轩，孙亚轩如果说他不谎报自己的体重呢，他们就赢了。啊，现在该谁拿了？第二轮该我了，好，好，你们两个先，我们在前面来报。哼，我想报，你让我，还想报？你别用力，没用力，你碰我手，你还这样？我怎么报的？我们想你怎么报？我觉得你们不报，这才是个问题。报，你不报，你不用到底是我，我身高也很高的，其实。哇，你别故意。好好好。好好，不要殴打 MC。掉闪了，下吧。他绝对有101。我哪有101？他听到没有？没有101。哇！你们算了算了，这两个就算了。你们三个直接把他们两个抱起来。我们两个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不能这样。快抱起来，快！他们就这个样子。我去，300！哇，四个都能抱起来，你抱不起。等一下，所以说你们给出答案是多少？哎，我们可以这样算吗？就是。他的重量来减他的重量，再加我的重量。好，100斤加6瓶水，金能心加6瓶水。好，我们已经好，就这样，我们就这样决定了，决定了，一百加就金能心加6瓶水，对对对，然后来 B 组。哇，太复杂了，是很重，不要动，重吗？你不要动，那你抱。哦，谁让你长这么高的？我三个女儿都抱得起了，不行吗？三个女儿不是在抱的，是在十万，好，好重啊！谁最重？现在你多重？我101。我知道你101，但是猜就猜对了，你是101啊？110，我也达不到啊！我们B组答案就是他加的，他加的，你多重？好，现在开始吧。可以过去了。可以走，只不过我们上次我好紧张。我感觉两个人实力相当啊。我知道了，他100斤，他100斤，100斤加6瓶水，107斤，107。反正你们俩谁重谁就赢，谁重谁就赢。我重。你自己多重？我们还这些一定是刚才你喝的水的原因。58，59，110。好，现在宣布结果，就是 A 组赢了，20-0获胜。好，这个上面的名字是10人9什么？九根腿儿。你们小学都玩过吗？没有。观众们没有玩过的话，后期打个字幕在下面。我玩过亲子的。来吧，先来。
可以这么长，然后你走路可以这么长。哎呦！干嘛呢、啊、你？哎，我怎么记得死一个大虫啊？可能我也记得死的。哎，你们为什么都不记得？我记得正在记录里。哇！这样吧，这样你们干嘛呀？你们那边？干嘛？我现在搅动不了了。本来要的，本来我们推到这个线，我们要玩十秒，推到这个线了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一三，哎，亲，推到这个线，接着，哇，错，哎呀，掌控这边，不要这么推了。这个线，我也想。这样这样，左右左右左右，跳着走，跳着走，好吗？不不不，哎，可以，跳着走，跳过去吧，可以跳不起，试一试，那试一下，试一下，三个二一。哇！跳感觉，跳不起，跳不起，跳不起。没有，我们要。我觉得可以的。跳不起。我们要并起来。这样吧，我们爬着走。不，你手啊不，你手上牵着，我们十秒钟一步不就好了？那来吧，十秒钟，十秒钟，来。那这样走，我们就这样走吧。那这样走。全是走走起。对呀，走这么慢。这样吧。来。你们是想让我劈叉吗？哇，好痛！我今晚这手必须要绑紧一点，不然走不了。这会儿怎么绑得紧？你绑紧一点，我再绑两个呀。哇，先拉回去吧，先回去，先拉他回去。先安排一下，你现在得先讲。他讲一点。